我的里长们，今天呢，一同得力领民跟我们共襄盛举。那我们的市长即将要亲临我们龙潭龙源宫，来恭祝我们神龙大帝圣诞千秋，我们今天万寿无疆的好日子哦。好，邀请大家呢到我们的广场外呢，好来亲临我们的市长莅临。乡亲请安问候，我们欢迎张善政市长莅临现场。